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地狱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阿舍离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永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课注》第407页，407页第六行，此段大意为我今行菩萨道时，以法无上菩提之心，愿成佛，愿一切如佛。这一句话很重要，我们学佛所欠缺的就是无上菩提之心啊！无上菩提之心就是真正成佛之心，华严经上称为妙觉，在等觉之上啊，妙觉上面就没有了，妙觉证得圆满的发生，圆满的回归自性啊。我们学了这么多年，多少啊，对这桩事情有一个粗浅的概念，那就是变法界虚空界。我们今天讲全宇宙，大乘教常讲一切万法，都是说的这个意思啊。我们没有办法清晰地体会到，是因为这个理太深了，事呢太复杂了啊。所以经教里面佛常常说的这些，用一句话来形容它，叫不可思议啊。意思是我们凡夫，不但凡夫，声闻缘觉
全教菩萨都没有办法了，真正理解这个境界。啊，我们今天很幸运，生在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发达，啊，科学家用精密的仪器来探讨，啊，发现一些宇宙的奥秘。啊，那么这些奥秘全是佛在经上说的，说的什么呢？阿赖耶的三细相。啊，三细相完全明白通达，啊，肯定他的。大乘经上说，八地以上，我们距离八地是多么的远。啊，我们自己心里都有数。菩萨52个阶级，我们第一个阶级都没拿到。啊，第一个阶级是十信位里面的初信位菩萨，小乘里面是初果须陀洹。这是第一个阶级，没拿到啊！没拿到，换一句话说，没入门呐。大小乘的门我们都没入啊！啊，我们今天得科学的帮助，这感谢科学，让我们有一个符合科学的概念，那不是佛法。佛法的概念是要证得须陀洹，大乘证得初信位的菩萨，你才真正有个概念。啊，那么怎么才能证得？必须要把5种见惑放下，才入门呢。那么见惑里的第一个是身见，我们还把身当作我，这个身见放不下了。从身见产生自私自利，啊，生这么多烦恼啊，名闻利养其情无欲，这都从身见上生的。啊，几个人能把它淡化？淡化还不行，要彻底放下。5种见惑断了，啊，身见、边见、见取见、戒取见、邪见，啊，这5种错误的见解，统统放下了。本能，本能就是6种神通啊，6种神通是个个都有啊。只是这堵障碍了，这5种见惑放不下，你的本能不会出现。如果这5种见惑断了，大小乘经上佛陀说，本能恢复了2种，一种是天眼，一种是天耳。啊，也就是说，
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能看到。啊，看到什么？能看到六道。啊，你有天眼，没障碍，你可以看到欲界天，看到色界天，你可以能看到恶鬼，你能看到地狱，你有天眼。啊，这些墙壁什么都没有障碍，都能透明的透过去，就天眼通。啊，最小的天眼通，有这个能力啊！啊，你相信六道轮回是真的？为什么？亲眼看见的。啊，第二个听耳通。往上提升，你再提升一级，那小乘初果提升到二果，那么实性里面呢，提升到第三性，能力又恢复两样。啊，他心通，别人心里想什么你知道，起心动念就知道。啊，以前主云法师在台湾的，他写了一部书《金山活佛的传记》。啊，金山活佛是妙善法师，抗战时期，抗战胜利，好像他在曼谷往生的，站着走。啊，这个人有神通，有他神通。啊，别人心里想什么事情，他全知道。有宿命通，是不是？知道前世。啊，所以那个时候称妙善法师为活佛，金山活佛。啊，他的行迹有一点像小说里面写的济公，但他是真有其事，真有其人。啊，那么如果证得三果阿那含，大乘实性位的无性。第五性，就有神足通，神足通能够分身，能够变化，啊，孙悟空七十二变，啊，他也行，啊，可能比孙悟空还强一点，啊，如果证到七性位置，等于小乘阿罗汉。漏尽通，漏尽是专指见思烦恼断尽了，超越六道轮回了。啊，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变现出来的。啊，所以真的小乘四果，啊，大乘其性位菩萨，他就超越轮回了。超越轮回到哪里去了？到十法界、声闻法界去了。啊，在声闻法界，把见思烦恼的习气断掉，那么尤其是可知，阿罗汉断了见思烦恼，习气在。那像傲慢的样子，啊，口气有，其实真没有傲慢，他还表现在那里，还有这么个样子，这叫习气，啊，他确实没有，我们叫习惯了，啊，
习气断了的时候，他叫辟支佛，他就提升一切了。那么辟支佛要断尘沙烦恼。尘沙烦恼断尽了，他就提升了，是菩萨了，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也是天台别教是住的菩萨，跟原教不一样啊。原教初住等于别教初地，那就超越十法界了啊。所以别教要初地菩萨才超越十法界，明心见性，生十报庄严土，要化身菩萨了。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那我们晓得，习气不好断。菩萨把尘沙烦恼的习气断了，就成佛了，十法界里面的佛，天台大师六界佛里面所说的相似即佛，他很像佛，我们凡夫看不出来，他跟佛没有两样。他为什么叫相似？他无明习气在，无明破了，无明就是起心动念，这个起心动念是讲极微细的念头这个念头前面跟诸位报告过，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百千念，这个念头它断了。我们一般人根本就无法体会，不知道，你就没法自断。知道了，他断着。我们讲的明白一些，粗浅一些，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他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是无明烦恼断了。所以真正修行在哪里修？就在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就在这个里头去修。最高的化身菩萨，不起心不动念。次一等的十法界里面的菩萨。他有起心动念，他没有分别执着，这就高了。那最低的不执着，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什么人？这是阿罗汉。所以真修行呢，没有别的，放下就是。海贤老和尚常常劝导同学，他一生也是他老人家的口头语，比什么都重要。这一句话就是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其他都是假的。好好念佛就是信愿持名。偶益大师在弥陀经要解上所说的这一句，
这是净土修行的枢纽啊。最重要的纲宗啊，啊，对于净土法门真心没有丝毫怀疑，难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一点怀疑都没有，全心投靠阿弥陀佛，没有第二个念头。啊，真正发心求生净土，我这一生什么都不求，就求这一桩事情，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利益佛法的事情，随缘，有缘应当做，不妨碍你修行，做了怎么样呢？我们不放在心上，这叫随缘，放在心上叫攀缘，不放在心上，心上没事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了，那个结果当然是极乐世界。你心上有佛，佛心上有你，所以他就感应到教。我们学佛学了多年，跟佛没感应，别求感应，求感应永远没感应，有感应都是魔，不是佛。那为什么你不如法？啊，什么才能感应？清净心才能感应。有求的心，心不清净，被那个求的念头染污。啊，我们有没有求呢？真有求，真有求，这个求不可以放在心上，要把佛号放在心上，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我们的愿才跟心得相应。啊，信德是真空，是无所有。啊，事上要求，理上空寂，所以这个心不能放在心上。啊，事上可以有，心上不能有。啊，事上天天念佛拜佛。啊，连经读上都告诉我们，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事上啊，这个要知道啊，理上没有啊，啊，理上就是心上啊，心上真有阿弥陀佛，你去做到了，啊，真正发菩提心。菩提真发了，但是不可以放在阿赖耶里头。我们用的是妄心，要用真心，真心没有念头。啊，真心就是不起心，不动念。我看得清楚，真心看的，起心动念是妄心做，看了不是真心了。妄心就生烦恼了，啊，顺自己意思的喜欢得到它，喜欢拥有它，这叫烦恼啊！啊，这晚上多再试一遍，离妄掉了，离妄掉就跟大乘不相应了。啊，大乘是智圆满的智慧，圆满的离体。啊，这比较难懂，慢慢学。那我初学佛的时候，
第一天见张家大师，我就向他求教。啊，我说我知道，方东伟先生，啊，给我说明佛法的好处，佛法的殊胜。我向他请教，佛门里头有没有方法，让我们很快就能契入。那我的问题提出来，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我们看了半个小时。什么原因？我们年轻，心浮气躁，啊，老师不说，半个小时心定下来了，啊，所以佛法要从清净心当中求。我的心如果不清净，他讲了没用。啊，听不懂。到心地清净，他说有。啊，这个有字，我们心马上振奋起来了。我等了半个钟点了，有。啊，这个竖起耳朵要用心听的。他又不说话了。啊，为什么？我们这个动作是浮躁啊。浮躁又起来了，其实就不说了，那什么再等，那第二次再沉淀下来，啊，他给我讲六个字：看得破，放得下。看得破是观，放得下是智，就是。大乘经上讲的止观，啊，但是我们刚刚学，这些名词都不懂，所以他用看破放下，我们一听好像懂了，啊，告诉我，就是这两个方法，看破帮助放下，放下帮助看破。从初发心到如来地，相辅相成，真的讲透了，讲圆满了，一丝毫没有隐瞒了。那我们初听好像是懂似懂非懂，请教第二个问题，从哪里下手？那老师教我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放下。啊，什么都要放下，到最后念佛法也得放下。你看金刚经上告诉我，法上因实，何况非法。那个要放下之后啊，就明心见性了。就大彻大悟了，啊，那叫真的发生了，啊，那是真佛，是真菩萨，不是假的，啊，可是我们在迷呀，我们今天依靠的没有这个神通，没有本事，啊。在江河里头我们要用船的，那个船是什么？船就是佛法。那过了河呢？过了河就不要了，你才能上岸呢。你要还把佛法抓住，你不能达到彼岸。啊，彼岸就是法身菩萨。
如来法身。啊，随愿很重要，行菩萨道不能着相。啊，着相就错了，是十法界里面的菩萨着相，不着相了，超越十法界了。那今天海贤老和尚给我们做了榜样，怎么样行菩萨道而不着相？他在这个世界真正做到，我们要想成佛，这是好样子，要记住，对这个世界确确实实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跟一切人物不争。在一切万法当中无求。为什么？假的。它不是真的。你要有争有求错了。你造罪业，冤枉造了。记住啊，慧能大师说得好啊，我们听得懂啊。一切万法从哪来的？自性生的。何其自性能生万法？万法就是自性，自性就是万法。自性真有，但是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它没有现象，它是一片常寂光。所以佛法叫它做真空。啊，真空是它无所有啊。啊，为什么用个真字呢？真空不空，它能现万法。所现一切万法是假的，不是真的。这个要知道。为什么？体是空的，自性空。啊，所以现万法，你可以欣赏。你决定得不到。为什么？刹那生灭。所以可以欣赏，决定不能够占有，啊，不能在上面起妄念。啊，你看得清楚，听得清楚，啊，六根缘这个六尘境界，成就厚德智，厚德智无所不知，啊，一尘不染。是得到根本智，根本智是禅定，是定。啊，厚德智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智慧，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得大自在啊，能帮助虚空发起，诸佛刹土里面。无量无边的十法界众生有能力帮助他，也有义务要帮助他。啊，谁帮助他没有放在心上，痕迹也不着。啊，这真正修佛。啊，道家所谓的
为学日益了，为道日损。啊，跟这个道理相应。啊，求道就是求觉悟。啊，觉悟是本来自己有的，本觉。本来就是觉悟的，所以说本来是佛。啊，本觉现在不觉了，为什么不觉？有了身见了，就不觉了。啊，这个身见是个妄念，是无明，是错觉。啊，误以为身。真有，误以为这宇宙真有，啊，那我们这样学佛，跟今天量子力学家，我们都不如他。他们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宇宙之间所有物质现象是假的。那为什么他见到了佛法讲的极微色被他证明了，他看到了啊，极微色打破之后就没有了，物质现象就没有了，所以明白了物质现象是起心动念念头里面产生的幻想，不是人的啊，能产生物质现象的幻想，它也是个幻想，它也不是真的。啊，那么这一桩事情，科学家还没证的，我们相信10年，顶多20年，它就会证得了。啊，念头也不是真的。啊，真的东西他能不能见到？他不能见到，为什么？他用分别心，他用执着的心。啊，所以他能了解这桩事，他永远找不到底。离体他找不到，就是说他成不了佛，他成不了阿罗汉。他没有办法处理六道轮回啊，所以学佛要用佛的理念，要用佛的方法，绝不能搞科技、科学技术啊。那个是能发现，但是不能断烦恼啊。你看科学家，妄想、分别、执着还是一大堆，没减少。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然后才知道佛法之可贵呀！遇到佛是何等的幸运呢？啊，要不依教奉行就太可惜了。啊，特别是净宗，净宗是保证一切人，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啊，上面到等觉菩萨。下面的地狱众生，除非你没遇到，你要遇到了，你真相信这个理念方法，依教奉行，你这一生决定往生，生到极乐世界，你决定成佛，这还得了吗？啊，所以我们先安到哪里？安在阿弥陀佛上就对了，一切时一切处一切境缘当中，心里头佛号
不简单，佛号没有丢失就成功了。海贤给我们做榜样，海清给我做榜样，还他老妈妈给我们做榜样，三个榜样啊。啊，像这样的榜样，这一代还有不少人呢。啊，有我们遇到的、见到的，啊，还有我们不知道的，更多。不能说这个世界没有人呐，有啊。啊，他老实，他不说。就像海贤老人师父一样，他的师父功夫不在他之下，那他能够指导他，啊，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后头追了还有一句话，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明白了是什么？开悟了，一句佛号能念到开悟，啊，开悟什么？什么都知道。这个时候怎么样？不能说，说出来对你没好处，你还老老实实就干。到最后一招表演给大家看看，自在往生。走的时候没有生病，没有病苦，没有死苦，啊，说走就走了。走了一两个星期，身上都是软的，啊，瑞相稀有。给你看看，没有往生年岁大的时候，头发是白的，一根黑的都没有，眉毛也是白的，胡须也是白的。你看，走了之后，是三天还是五天？啊，大家看到他的时候，头发变黑了，眉毛变黑了，胡须变黑了。表演给你看，啊，真的不是假的，啊，所以我们求生净土是为什么？不是为自己，没有自己，啊，真正的自己是什么？真正自己是全宇宙。大乘经上说的，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万法是我自己自信变现出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我的自信在哪里？所以宗门随便念一法，祖师就给他印证，真的吗？哪一法不是自性？树木花草是自性，山河大地是自性，虚空是自性，法法皆是，法法皆如啊。真觉悟了，真明白了，啊，明白之后怎么真放下了，啊，放下中国这一句话讲得非常圆满究竟，那就是什么是放下了？于人无争，于事无求，真放下了。
啊，没有求，没有真的了，一切随缘。啊，随缘的样子是欢喜，是好。老和尚看到什么人好，看到什么事都好，没有看到他遇到有什么事情不高兴的，没有。啊，没有一样不好。你干好事好，你干坏事也好。啊，为什么？好事等于零，坏事也等于零。你看透了，他们是一样的。啊，你自己没看透，果报不一样。好事的果报三善道，坏事的果报三恶道。三善道跟三恶道是平等的，都是消业的。啊，三善道消善业，三恶道消恶业。自性里头没有业，有业通通都得要消。所以告诉你，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道理在此的呀。不着相就没有业呀。这个道理，这种事实，只有佛经讲得透彻。啊，除了佛经之外，你找别的有说，但是说不透彻。啊，佛经说的真透彻。啊，我们今天把这个东西搞清楚、搞明白了，那底下就是我们走路了，这怎么做法？啊，那就是真干，真正放下。啊，说明白一点，真正与人无争，与世无求。啊，这两句话做到究竟圆满，是法身如来。啊，那我们就晓得，所有的菩萨都行者，这叫菩萨道。啊，菩萨天天不辞辛劳，啊，身行言教度化一切众生，啊，他累不累？不累。为什么不累？没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会累，就会辛苦，不放在心上没事啊。坐而无坐，无坐而坐，你说他多自在。那海鲜老和尚天天种田种地，那是他的错。啊，往生是晚上走的，白天还做了一天。啊，他有没有放在心上？没放在心上。那为什么要做？做给你们看。你们这里头人有看得懂的，有看不懂。啊，看懂看不懂都要看。啊，看懂的人呢，要讲给看不懂的人，要让他也明了。啊，好学习啊，好榜样啊。啊，所以我今行菩萨道时，着重这个行。行就是落实了，把看破放下落实了。啊，落实明了了，那就是看破了。啊，看破就是明了。啊，不放在心上就叫放下。愿成佛。愿一切如佛，一切都像佛一样啊！那真的成佛了。成佛跟佛不一样了，没成佛。啊，肯定是一样的。幕后这一行注解。
又端重，为菩萨道，这个为是心。菩萨道简单的说，就是断一切恶，修一切善。世间人断一切恶，立三恶道，修一切善，生三善道。所以，他永远离不了六道轮回。菩萨不一样，断恶不着多闻，断恶的相；修善不着修善的相，他通放下了。你问他，他没事。你问他你做什么，他没做。做而无作，无作而作。菩萨，这就不是凡人了。无上正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的简称。梵语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跟我解释，这是总说，法藏前法总说，下面别名细数，前面这是纲领，后面这是别数，分为四段，第一个小段说法门，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这秦老师为他开示开示这两个字是佛门的术语，开是开启，示是指示。凡夫愚昧，与事实真相不了解，佛菩萨慈悲引导他入门，那叫悟入，他入了门了。人们不收获，好像我们看故宫博物院你看它里面收藏的这些文物，看不懂必须要有人讲解讲解叫开。不但讲解，还要指示，指给他看。他明白了，这叫示，叫开示。里头包含着身心言教，身心是示，言教是开，开启。所以，帮助众生的方法是破迷开悟，手段是教学。不但释迦牟尼佛用这个方法，佛告诉我，佛佛道同，一切诸佛如来、菩萨、罗汉，在六道里面教化众生。通通用这个方法，这一点很重要于是我们明白了佛法是什么？佛法是教学你看看世尊为我们介绍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干什么？今现在说法。我们再细细观看，这个地球上所有的宗教，
最初创始的那个人是教主，都是用教学做手段，没有一个不是的。那如果不用教学，用祈祷，那是巫术。啊，也算是宗教一类，低级宗教，它是会被淘汰的，这时间不长的。啊，高级宗教全是教学。啊，佛，释迦牟尼佛，这是所有宗教里面教学时间最长的。啊，他教学49年。啊，摩西教学有20-30年，穆罕默德教学好像是27年。啊，耶稣是被人害死，他只教了3年。被人害死啊！他要是不仁谋害，我相信他一生都是从此教学。这我们要懂得了啊！我初学佛的时候，方老师告诉我，200年前，中国寺院庵堂全是佛教的学校啊，没有一个地方不讲经的。现在没有了，那为什么现在国家不提倡了？啊，200年前，啊，清朝，在道光、咸丰之前，国家提倡。所以佛法非常兴旺啊！我们对传统文化忽略了，慈禧开始啊，慈禧是咸丰的妃子啊，咸丰死了之后，儿子同治。年岁很小，他垂帘听政，啊，主权落在他手上，狂妄自大，啊，自称为老佛爷，啊，过去历代帝王称佛都是称老师，自称弟子，他自称老佛爷。把佛菩萨往后退了，啊，上行下效，国家领导人对佛看清了、看淡了，人民的信心逐渐降温。到清朝末年亡国，蒋介石少了。民国初年，讲经的大概不到20个人。啊，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看到的、接触到的、听到的，啊，都是为世人服务，经忏佛事、法会这种，我看到这个东西。啊，从来没有看到一个道场啊是长期讲经的，没有。啊，我在台湾早年，一个寺庙，大概一年呢有一次讲经，时间多长呢？一个星期。啊，现在可能完全没有。啊，宗教变成迷信。
以前宗教是人类主要的教育，重要的教学，遵从的教化，现在没了，完全没有了。宗教跟迷信挂钩了，那跟迷信画上等号了，多么不幸！这么好的东西，啊，能叫我们一生脱离六道轮回，这还得了吗？啊，哪个方法能脱离六道？找不到啊！啊，二佛门里头真的有把握的，到现在还有效的，那就是净宗。啊，净土三经一论，真干的人真有成就。啊，所以底下这一段学法门呢，啊，学法门最重要的是我当奉持，如法修行。如果老师教给你了，你不肯做，那老师别说了，老师也不肯讲。那我跟张家大师三年，我知道老人很少说话，一天我看他300句话没有，100-200句可能有，一天啊，说话都很短，他没有啰嗦话，没有废话，啊，不说话，他持咒，海鲜老和尚念佛，一切时一切处不曾丢失。我看到的是张家，他教导我们开口说话的时候给我们讲，话讲完了之后，你看他嘴巴在动，没声音，叫金刚持。那所以我们知道，啊，海鲜老和尚念佛跟他一样，佛号一句顶一句，追一句，没有中断的。那话说完了，那嘴还在动，在念佛，没把念佛忘掉。啊，张家大师没有把他咒放下，啊，他念的咒很简单，六字大明咒，啊 ，Om Mani Padme Hum， 啊，他叫我念，我向他请教。这个咒语什么意思？啊，他告诉我，这是藏语，藏语从梵文演变过来的。啊 ，Om 是神 ，Mani 是莲花 ，Padme 是宝池 ，Hum 是意，就是起心。动念啊，你看身、莲花、保持、意，这是他的文法。那和中国的文法呢？我们会怎么说呢？我们说保持身、意，像莲花一样。莲花出污泥而不染呐。啊，所以密宗的咒语意思好啊，太好了。啊，
你要是念这个咒，心里要观想，啊，观想身与意三业清净不染，那他叫我念。我也念了好几年，啊，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这个社会是个大染缸啊，如何在社会里不沾染？这就是六字大明咒所教导我。啊，那我们今天更进一步采取南无阿弥陀佛佛号功德不可思议，不但能净化我们身口意，啊，它涵盖了六字大明咒，啊，它能帮助我们临命终时往生极乐世界，啊，能亲近阿弥陀佛，这功德太殊胜了。所以我当信奉如法修行，念了注解这两句非常重要。经法，佛指经口所说，这个经的意思是比喻五经，金银铜铁锡，那都很容易氧化，唯独金不会被氧化，它的颜色永远不会变，啊，其他的都不行。所以用金来比喻真实永恒不变，啊，这称为金口所说，啊，他说的话永远不会变，是真的，啊，表这个意思。啊，精神，啊，佛的身上有精神，精神是他所作所为永恒不变，取这个意思。啊，不是真的像黄金那样，黄金呢也不是很好看。啊，那个面色，啊，全身的黄金一样，啊，你看久了也不会生欢喜，啊，所以比喻它真。它是真心所变的。那我们凡夫用的是妄心、生灭心，佛菩萨用真心。所以精神、精口、精言，为万事之常法，称为净法。佛所说的话，我们称它为经，啊，永恒不变，流传万世。啊，万世是比喻，比喻永恒。啊，常法，常是不生不灭。啊，奉持常见的奉行，啊，持是保持，不能丢失。啊，奉受与行持为一，故今末常为信受奉行。佛经总结这部经讲完了，最后一句话都是用信受奉行，
啊，大众这些听了之后，接受教诲之后，能信、能接受、能依教奉行，啊，表尽受遵行全权福音之意，啊，这是求佛说法。这里头有四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学法门，第二个小段断烦恼，第三个小段成佛道，最后一段度众生。虽然四个小段意思非常圆满，啊，我们为什么要跟佛学？学断烦恼啊！没有烦恼就成佛了。佛跟凡夫的差别啊，佛六根在六尘上不起心不动念，所以他没烦恼。起心动念就烦恼了啊，不起心不动念烦恼就没有了。所以第二一句是拔住情苦生死根本啊，这是烦恼到了基础，就现什么东西呢？现六道生死轮回啊，这是六道的根本。而六道里面的人非常勤苦在搞生死轮回啊，造生死轮回的业，感受生死轮回的果报，他不甜呐啊。觉悟了的人知道这个事情可怕，所以想拔出啊，把这个生死根本呢拔出掉。我们看念老的注解，愿永离一切勤苦生死之本，这就指的六道轮回。勤苦是六道轮回的因啊，天天所干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苦是不善啊，造作不善的念头，不善言语，不善行为，不善，所以果报是六道轮回生死轮转呢，永远不停呢。那菩萨觉悟了，愿意永远离开他，那盖生死即苦，又无休息啊，从来不休息的。故曰勤苦，欲除生死苦果，当拔其根。那根是什么呢？你看我们前面讲过的见思烦恼，六道轮回的根。那尘沙无明，十法界的根。见思烦恼断了，六道轮回不见了啊，真的好像做梦，梦醒过来了，醒过来还在梦中，又是一场梦，轮回是梦中之梦啊
啊，这个梦破掉之后，四圣法界是无明烦恼变现出来的。啊，无明烦恼要是破了，断掉了，真正了生死了。啊，了是了结了。以后永远没有生死了，所以要把无明烦恼放下，要拔除。无明是什么？无明是起心动念，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无明就没有。啊，尘沙烦恼是分别，尘沙比喻多，起心动念它就分别，分别烦恼里面就有见思。啊，见思是，见思是造业，啊，三大类烦恼通通断掉才能成佛，断掉见见思成阿罗汉，断掉尘沙是菩萨，破了无明就成佛。啊，修行就修这个。啊，经教是给我们讲道理，讲理念。讲方法，啊，讲过去修行人这些经验，提供我们做参考，增长我们的信心。啊，真干的，就是干这三样。这三样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处事待人接物之中。在起心动念之处，啊，这叫真修行呐！我们受了冤枉了，受了委屈了，受人家陷害了，佛门弟子。怎样对待这个事情？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若无其事，不要把这放在心上，心上没事了，就发喜充满，就长生智慧，消业障，增福慧。如果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天天在生闷气，要怎样去报复他？啊，这一生不能报复，来生我再报复你。那就冤冤相报，没完没了，错了，大错了啊！那你看，问题出在哪里？在自己，不在外头啊。所以佛家讲内学。不讲外啊，外面全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你要把外面装在心上，坏了，全错了啊！啊，真真行菩萨道，天天要接受这些折磨。啊，有好的境界。啊，顺心，顺心，称心如意的，怎样呢？不生贪念，那个很厉害，比人家陷害、杀你、谋害你，甚至于更严重。没有你不晓得防备呀、啊，啊，恶的行为我们远离他了，这个你不会远离呀、啊。
增长贪念完了，增长贪心的时候，你就到轨道去了，你的福享尽了，下一道是恶鬼道啊。要是愚痴的话，畜生道啊。如果是发脾气，嗔恚心生起来，地狱道啊。啊，所以顺境、逆境是平等的。啊，顺境是来考验我们，会不会起贪心，会不会起傲慢。啊，逆境也来考我们，你能不能忍耐。啊，你能不能不起怨恨？这讲真功夫了。啊，要不然在哪里修啊？所以顺境是修行的道场，逆境也是修行的道场，善缘是道场，恶缘也是道场。啊，一定要修到什么？通通看破。顺境善缘。假的，逆境恶缘也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样样都不放在心上，始终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你就对了，你就圆满了。啊，你一定到极乐世界成佛了，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啊，所以说。断尽诸惑，故曰拔住勤苦生死根本。勤苦生死里面就是贪嗔痴慢疑。你要断得干干净净，恢复你自己的清净心、平等心，觉而不迷。那个觉就是无所不知啊，海贤老和尚说的，我什么都知道，那就是觉，都不放在心上啊。有缘对众生有利益，说没有缘，说出来众生不相信，他还要笑话你，不说，他有分寸呐。啊，所以佛家讲啊，佛不度无缘之人。啊，无缘是他不相信，他不能接受，甚至他还会批评，那就造恶业，那何必呢？不说啊，完全做给他看啊，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待人接物当中，让他自己去觉悟。他觉悟了，他向你请教，你也可以给他说啊，说也有分寸。他问什么答的什么，不问的不说，忍辱波罗蜜啊，断烦恼的目的是什么？成佛道，俗成这一句里头这两个字最重要，快速成就，无上正等成就啊，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成就不能速成啊，那个速字改成个能字，八万四千法门能成无上正等成就，念佛法门能速成
你看看，海清老和尚念佛念了70年，海贤老和尚念佛念了92年，成就了啊！老和尚念佛念这么久，是阿弥陀佛给他的任务，要不然早就完成了。啊，阿弥陀佛告诉他，他修得好，让他多住这个世间，表法，表法就是做出一个榜样，做出一个学佛的人的榜样，又特别了，做出一个念佛求往生的榜样。真难得了，他确实表得很好啊！啊，让我们这些人接触之后，啊，今天看到他的光体，啊，看到他的资料，啊，现在我们印成《永思记》。我们对于净土一生成佛的这一桩事情肯定了，信心坚定的，愿心生起来的，真的想到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是快速成佛，不到极乐世界时间很长，怕退转，到极乐世界永远不会退转。每一个往生极乐世界人，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通通得三种不退，啊，威不退，这个行不退，念不退。位不退是阿罗汉，行不退是菩萨，念不退成佛，化身大士。啊，这三种不退同时可以得到，这是一切经典里面没有的。啊，只有净土三经一论里头。我们这一生能遇到，你说多么的荣幸！多少菩萨想求这个法门，没有缘分。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缘分，可不能错过。啊，错过那就真叫可惜了。啊，是俗文中这个俗字啊，念老也特别提出来，即上品中俗生我刹受安乐中之俗字啊，两个俗字，前面一品俗生我刹受安乐，这个地方俗成无上正等正觉，这两个数字同心一心。啊，怎么修呢？一心，一心专念，这两个数字你都达到了。该法藏菩萨度生心切，为什么要赶快成佛？众生太苦。
我要赶快帮助他。故愿轮回诸趣诸众生，速生我刹受难罗。前面所讲的啊，这个地方来证明了，到极乐世界成佛快啊，快速让你无法想象。所以往生到极乐世界等于成佛，在那里住了一段期间真的成佛了。啊，成佛干什么？终极的目标是度众生。那度众生这里面分两小段，第一段正报妙，第二段依报妙。那我们看经文：于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啊，念老的注解，故知于速成佛，只在速度众生。为什么要赶快成佛？赶快度苦难众生呢？啊，故须作佛之时，自知智慧光明，自己要有圆满智慧。啊，圆满的光明啊，还要依报妙，所居国土啊，你所居住的环境非常重要啊。这个注解里面所居的国土是极乐世界，在极乐世界修行没有丝毫障碍，没有障缘的，老师是阿弥陀佛，同学绝大多数都是等觉菩萨啊，这经上释迦牟尼佛告诉我们，啊，底下这一段讲名号妙，教授名字，见闻设法，这一句。就是一段这一句就是四十八愿当中第十七愿诸佛称赞愿，第十八愿圣念必生愿，第十九愿闻名发心愿，这根本也啊。用什么方法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离苦要离六道，要离十法界，离究竟苦；得乐要得究竟乐，再也没有苦了。这究竟乐，那是哪里？极乐世界。得究竟乐啊，那怎样帮助众生呢？这就讲了教授名字，教授是谁呀？阿弥陀佛，名字就是阿弥陀佛啊，
这一句名号皆闻说法。怎么能达到闻说法？十方诸佛都替他宣扬，佛佛道同啊，佛欢喜啊，诸佛如来因为佛没有想，没有念头啊，成佛什么念头都没有了，所以完全是真心，念头都是妄心，他没有妄心。那么他在因地上行菩萨道的时候，他那是有念头，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有起心动念说法藏，他动了这个念头，要想度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刹土里面苦难众生，他发了这么一个愿。其他诸佛没想到啊，有能力没想到啊，佛佛道同啊，智慧神通道力是完全相同的啊，没有高下的啊，没想到啊，成佛不会再想了，行菩萨道的时候有想啊，他想到了，所以这些都是在他行菩萨道时候完成的啊。那么他造成这个极乐世界之后，没有一尊佛不欢喜，一切诸佛都欢喜，有这么好的一个修行道场，那有缘的人通通劝导大家去，听话的呢去了，这就有缘；不听话的不肯去，那就没缘了。有没有不听话的？有。不要说别的地方，我们香港就看到。香港很多法师我都很熟。有很多人他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他不念阿弥陀佛。为什么？本师我亲切，阿弥陀佛太远了。我跟他挂不上，我要念我们家里的本师啊。所以这个就是对释迦牟尼佛有情执啊，好像对父母一样有情执，不肯放松啊。阿弥陀佛是释迦牟尼佛叫我们念的，劝我们去往生的，我们老念着自己家里的佛不肯去啊，这种人不少，很多，再慢慢来。这一生他情执深，来生后世慢慢让他情执淡化了，他能相信的，他就会接受。所以我们一听就能接受。或者要听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我就不是一天就接受的，我是大概学佛讲经讲了二三十年我才相信，我入佛佛门是从哲学里头入门的，不是从宗教入门，所以受方老师的影响很深，一定把这个道理事实真相搞清楚搞明白我才相信真正搞通的时候是从大乘经在华严楞严法华这些大经大论里头明白这个道理看到诸佛菩萨赞叹，这慢慢才相信不是一开头就相信。像
海贤老和尚这种人，啊，海清太难得了。他们虽然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可是师父一教，他就相信。啊，就那么简单的一句话，“南无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啊，还嘱咐了，明白了。不能乱说，不能说。他完全接受了。啊，依教奉行的，这样的好学生，上上根人呐。啊，不一定要认识字，不一定要读过书的。啊，这些乡下人。海贤老和尚父亲从小种田农民，我们就有能想得到，他小时候跟着大人跟着父母都在田地里面干活，那所以他懂得什么，他懂得农耕，那这些经验非常丰富，所以他一生开辟荒山种粮食，啊，开篇是四处，总面积100多亩啊，啊，种粮食，种蔬菜，种水果，丰收啊，啊，他没有卖，他都拿去救济贫苦，这些布施。除了自己小道场所需要的之外，拿去救济，啊，他不卖钱，啊，不想改善自己的生活环境，真难得，啊，这都是教导我们，小庙好啊。没有人打主意，人瞧不起，不要你的。庙做得太大了，富丽堂皇，打主意的人可多了。啊，他来出家，为什么？这庙大，我出家将来就是我的。啊，所以张家大师叫我学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一生没有道场，没见道场，啊，一生都流浪，哪里有缘到哪里去讲经教学，过的是游牧生活，啊，树下一宿，日中一时，多自在。所以跟他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心都清净，清净心就能入道啊，所以那时候正果的人多，我们的心不清净啊，不清净没法正果，学经教学知识行，学智慧不行，那经典里面微妙之处你看不出来，你听讲经你也听不懂，所以这个东西得真干，完全放下啊，真正无增无求啊，才能学佛。那现在叫人不增，叫人不求，几个人能做到啊？所以学佛的人多，正果的人一个没见过啊。我们看到两个正果的海贤、海清、海贤的
妈妈，在家居士，妇女，也不认识字，一生一句阿弥陀佛，86岁自在往生。从自在往生这个瑞相，我们就知道他们的功夫。叫我们羡慕啊！这个人这一生没白来，这一生真正有成就啊！一生做得再辉煌，来生还在六道，错了，真错了。榜样在现前，为我们做正传。他一生苦修92年，目的就是教我们升起真诚的信心，坚固的愿心，一生只求净土，不求别的。那表法表得非常圆满，很有深度。这个光碟，这个永世记，不看不厌呐，越看越欢喜。尝到滋味的，刘素云跟我说，他看了几百遍了，每天至少看5遍。生欢喜，遍遍都生欢喜，遍遍都有悟处。这些都是极乐世界的人，都是阿弥陀佛的使者，都是佛嘱咐这些人来表法的。我们再看念老的注解，接着看。于令十方众生闻佛名号，乃能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乃至下至10年，皆得戒息得生。这个功德不可思议。念佛往生太容易了，最难的就是一个信，一个愿。所以偶耶大师说得好，能不能往生，决定在信愿之有。我们有没有信愿？有。有怎么不能往生？达不到那个标准。半信半疑，这种人很多。没有办法做到像海鲜那样专心，一丝毫疑惑都没有，把一身心完全靠倒了阿弥陀佛。这个话有根据啊，他自己说的，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呢。这就是真心依靠啊，不再求别的，就求阿弥陀佛，什么都找阿弥陀佛就对了。
那么我们今天念佛人身体不好了就找医生，这是什么？对佛没信心啊。海贤在十八岁那一年生的荣疮非常严重啊，他妈妈给他找医生找药都治不好，他自己明白了啊，自己的业障啊。妙药难医云涅槃，所以放弃医药啊，不再找医生，也不要去找药了，一心一意的念观音菩萨，相信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啊，度一切苦难众生啊，一心专念，念了一个多月好了，就说完全是好了啊，念力不可思议啊，他自己也曾经试验过，试验的更早，十几岁的时候，十二岁好像。啊，他种的一个冬瓜，啊，他堂弟把他偷去了，啊，他就在念，谁偷我的冬瓜，叫他长疮害病，啊，三天之后，他的堂弟真的长疮生病。啊，圣娘来找他，你可别念了，啊，你的堂弟不过就折你一个冬瓜，啊，你把他念皱成这个样子，啊，你这小孩心怎么这么狠？他马上改口，赶快叫他好了，赶快叫他好了，过两天真好了，他才晓得念力不可思议，啊，所以他相信佛。相信佛能解决一切问题啊！我们遇到困难，通通可以求佛来解决，自然而然就化解了，何必去东求西求啊？把佛忘掉了，说得不好听叫背师叛道了啊！那还能灵吗？靠到底呀！老和尚这一句话要记住啊，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阿弥陀佛是我的根啊，你才能跟阿弥陀佛感应到交啊，你才知道阿弥陀佛为神真不可思议啊。所以这法乃至生念解救往生，那就是他真心他真愿啊，一生没念过佛，临命终时一口气还在，念十句的时候就能往生，你要真相信世尊没有妄语，阿弥陀佛没有虚愿，决定真实啊！我们真正敢依靠他了，其他都不要去依，这是真的，真正靠得住啊！故知众生得度，守在文明啊！明谁介绍的？十方诸佛介绍，我们知道是释迦牟尼佛介绍的啊！故法藏菩萨愿成佛时，佛之智慧光明，故土之超胜殊妙，导师就是阿弥陀佛，啊，教授啊，之名号功德普闻十方，端为众生闻名发心，得生极乐，决定成佛，没有丝毫疑惑的。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希望我们对阿弥陀佛有决定的信心，
像海贤、海庆老和尚一样，我们决定也会有他一样的成就。